喽，大家好，今天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一样继续来玩茶叶蛋大冒险喽。这关是根本停不下来，哎，要怎么过？一直在原地那边火坐又晃动，晃个不停哎。啊，直接重新开始好了。上面东西也没办法拖动，应该会有哦。右边这个可以拖动啊，嗯，应该是要再往后拖动吧。这样呢，掉下去了，然后，嗯，门竟然在下面啊！嘿，我跳出来了，哇，飞好高哦，还摆 pose 呢，真有趣。然后呢，下面有蛋，接住我啊！啊，没接住我。嘿，再来一次，耶！摆 pose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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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帅吗？帅吗？哎，下面蛋接住我啊！记得啊，没有啦，这个可以滑动哎，超好玩的，这样就接住喽，过关啦！在这关是天降正义是什么啊？竟然大便啊！天降大便啊！原来这个鱼是可以拖动的，你看，你看。这样丢不到我啦，耶！一路畅行无阻，过关啦，耶！再来这关是俄罗斯方块，这个箱子可以拖动，它要拖去哪里？这里吗？我现在不能干嘛？嗯，可以放哪里？这个箱子原来是可以震动啊！上面的俄罗斯方块都掉下来了，哦，还可以顶着箱子呢。哎，竟然里面藏了一条俄罗斯方块啊！哇，过关喽，拿到钥匙了。嗯，不知道什么怎么样，对，就啊，什么啊？我要钥匙啊！给我钥匙，你干嘛抢我的钥匙？走开走开，钥匙给我。哎呀，他一直跟门交换呢、啊。那我走后面看看好了，看吧，我把他踢走了。钥匙门开了，进去咯。愿者上钩，什么意思？钓鱼？哎呀，这只钓竿有点难钓啊，有点难操纵啊。喂。原来上面这个是可以用的，酷咯！滑动解锁什么？这里应该就是走进去吧？哎，关灯了。然后呢？什么意思？要做什么事情？啊？捡到石头布？那我出石头呢？啊！输了，一定有什么机关。我到处摸摸看好了。锁屏是上面这两个框框有没有问题吗？应该是黑色蛋蛋的框框有问题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好啦，我过关咯。疯狂的旅人车，哎，我的钥匙，还我还我耶！有东西可以骑耶，走走走啊！竟然破风，轮胎破风了啊！那我知道了，可以交换吧？哎，你坐的是破风的轮胎哦，你会嘿嘿嘿绕风啦！进去咯，西部牛仔对决，来吧，我们来对决吧！来啊，我接受你挑战，来吧！会怎样呢？嗯啊，我们来看一下提示好了。在选择是否接受挑战时，摘下小黑的墨镜，用灯光换小黑的眼睛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好，知道了。来吧，我要摘掉你的墨镜。他被光炫晕了，太亮了。障眼法，哎，黑色蛋蛋跑出来了。嗯，这两个门是不对的，那就是最后面那个门是对的。嗯，
可是那个门跟其他门都不一样哦。原来躲在后面啊！哦，过关喽！原来门是个障眼法、啊。好啦，那今天的茶叶蛋就玩到这里喽。喜欢请按赞订阅，我们下次见喽，大家拜拜。